大指标就是你吸大口气先憋气，下巴翘到天上，两手侧平举，掌心朝上，这个叫水平漂，因为身体刚好漂在水面上。大指标你漂起来以后，把你的两手慢慢的往你的头部移。哦，身体放轻松，先憋气，让你身体浮起来以后才。你的下半身就会慢慢的浮在水面上，就成天梯。再来讲抽筋自解。说你的腿前面是股四头肌，后面是股二头肌。比如说腿股四头肌抽筋自解，你要去用同手同脚去抓你的脚背，不要抓脚来这里，抓脚背，抓你看靠脚趾的地方。然后你的大腿跟你的下半身是成一直线，然后做水母漂，脚跟尽量去碰你的屁股，然后做休息。好，那你要另外一手要来按摩你的股四头肌。好，那你要换气呢，压水上来，快点快吸又下去。你这解抽筋的手不能放掉哈，因为你为什么会抽筋？肌肉紧绷哦。讲股二头肌后面一样用。我用一样的示范给你们看，那这时候就改成同手同脚抓脚踝，抓脚踝哈。那另外一手就把膝盖先压直，按摩你的股二头，你要换啊。我们请教练示范，左大腿股二头肌抽筋自解，再这个两个扣子扣起来哈，然后下摆解掉一颗或两颗扣子，打结。然后这边一手要抓着这个衣领这边，因为你吹气会从这边漏掉，所以这边要抓紧。然后做吸口气，做水母漂下去，从第二个扣子这边吹气的时候，这边一手要抓着这个衣领这边，因为你吹气会从这边漏掉，所以这边要抓紧。然后做吸口气，做水母漂下去。从第二个扣子这边吹气的时候，这个后面这个衣服会有空气进去，就像一个浮球，你就会飘在上面。然后衣领这边抓着，吹完气以后抓紧，就会这样飘。一般来讲，踩水它有分四种，那我最常用的就是挖脚方式。当你在踩水的时候，请你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把你的脚抬上来。人慢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尽量不要一下快，一下慢，一下快，一下慢。啊，待会在我们在深水区的时候呢，你会比较好做。快了，来，接下来把裤管绑起来，我要把裤管绑起来。你要抓一个距离，有没有？抓一个固定的距离，这样子收回来，收回来再丢第二次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动作没有做，你等一下绳子整个打结。你要丢的时候，绳子的长度没有办法延伸出去啊。我的拿到我自己的蝴蝶结。好，再丢一次。好，收绳子，把它拉回来。这样听得懂吗 ？OK 吗？所以绳子不是紧急的时候就随便乱收，还是一样要有顺序把它收回来。这样听懂啊？在前方先放到水里，然后我到这边靠过去。如果你是逆者，请你把你的两个胳肢窝，这样也可以。
有拿着钢丝往底下这边绕过去，然后把它勾起来。第一个重点就是把它的头拉出水面，让它可以呼吸。大家有听到哦？任何自救的方法都是为了让你的头可以出水面，你可以呼吸，这样子你的生命才有办法延续下去。OK， 好。